因为我们小时候都玩过那个萝卜蹲嘛，然后把它加强一点，就好比说今天现在八玉姐说，善存蹲，那我就善存蹲，善存蹲，善存蹲完，新闻哥魔力挺身，可以这样。然后我是新闻哥的话，我就要哇，新闻哥魔力挺身，新闻哥魔力挺身，新闻哥魔力挺身完。太硬了！你演艺圈还混下去吗？哥，我绝对不会讲这种的，这都是我在叫人家做的。报告连长。快点走，对不起，叫做不认真。新来的，新来的，全国观众朋友叫做不认真。哇，好来，那就我再播出这一题。名侦萝卜蹲，名侦萝卜蹲，名侦萝卜蹲，新闻哥，青蛙跳。新闻青蛙跳，新闻青蛙跳，新闻青蛙跳完，八玉爬。八玉爬，八玉爬，八玉爬完。善存 M 字腿，善存 M 字腿，善存 M 字腿，M 字腿弯，名侦姐玉女回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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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还八玉，我确是我，你却搞笑。拍这个叫啊！拍这个叫啊！拍这个叫啊！哎，我的冰箱很小心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没有名字，你现在一片空白，你现在一片空白，什么都没有，没有，一片空白。我不是人，新闻哥，我是猪，新闻哥，干嘛？新闻哥，新闻哥要做什么啊？我学完狗叫之后，新闻哥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们要更猛的，新闻哥飞，新闻哥飞，没有没有，不是不是，太久了啦，哎，让我醉了。笑，秀哥笑，到底什么了？来醒醒！我学完狗叫之后，新闻哥，挖鼻孔。秀哥挖鼻孔，秀哥挖鼻孔，秀哥挖鼻孔。我不要给他看了，你们两个。要我爸爸。啊，秀哥挖鼻孔，秀哥挖鼻孔，秀哥挖鼻孔。好吧。善存福利举证，他太简单了，这太简单。善存福利举证，善存福利举证，这个游戏结束了。还想玩？还想玩啊？